你之前常玩游戏吗？啊，那你今天只是想要来打赢以轩，还是纯粹想要来打游戏呢？来看他哦。啊，但是你的眼神怎么有点杀气？我也觉得，我在旁边有点瑟瑟发抖。我有觉得你好像很认真，太认真了。还好，让你按，让你按。还是想他？没他的，我怕他是一下就来了。还要十八秒。你刚不是说你要突破你自己的那个吗？哇！就跟你说他的眼神有杀气。来来来。